哎，你好。喂，大台长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台长，终于打通了。啊。哎呀，台长，我想问一件事情啊。啊。我是七月份捡到100块钱。啊。这100块钱怎么用？怎么办呢？啊，是人民币啊。啊，人民币。啊，100块钱。捡到了，边上有没有人呢？没有人的。啊，你就自己捡到了。哎。你捡到了吗？你自己看了，你要。你别想，我昨天晚上想了，我想用我们拿这100块钱去买鱼放生，可以吗？啊，对了，这个。哎，我昨天晚上想到的。这个就是财长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等于替那个丢掉钱的人做功德，你自己也有功德。啊。这是双功德的事情，所以你要是能够这么做的话，实际上你的境界很高了，很好。哎，我钱一直捡到。摆在那里，钱的钱了一下，钱那个佛台这里，100块钱在摆在那里没动过。啊，没关系。你看有什么办法处理？不知道。放生。我已经想到了，今天打通台长电话了。放生，啊，还有台长。